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是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天是在新历的十一月二十七号，旧历的十月十四，礼拜二。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天有啥咪重要的新闻。中华邦啊，传出有两名受伤连续拍，结果拍死人的意外，家属就来质疑，空手就会当将人家拍死，这个尴尬管理是不是出问题？将走去龙岗天桥江边的桥商讲买二十五块的饮料，结果就两百万的一奖，因为桥商就拄好伫个天桥江边啊，民众就讲这是妈祖无保庇。天气冷时是由台中市的自强西主会用献上温暖的爱心，送予中华家会囡仔总共五十领的米浆杯。新闻的头一条来看，这想袂到一个管理真严格，感觉说是来发生这收容人拍死人的意外。中华感觉一名这姓吴的收容人，讲因为违规逃走，被感觉刷到这违规社房来打折反省，想袂到说是甲做伙打折这洗手的收容人哦来发生口角。两个人哦，就安尼脚来手来拍起来，五岁收容人哦是头壳受伤严重，送医不治死亡。家属哦就来质疑哦，这个空手就会当甲人拍死，可见这个尴尬的管理哦是出真大的问题。中华尴尬为着预防收容人闹代志，每年都会进行尴尬暴动的演练。虽然毋捌发生暴动，毋过即个月二十号，所传出有收容人相拍，不幸其中一名五姓收容人送医了后，相当不治。他是由狱中的狱友所殴打，然后导致头部以及胸腹部的一个挫伤，哈，以及的急救。那经过一个积极的一个紧急急救之后呢，最后病人还是因为心肺衰竭，然后死亡。死者家属质疑，感觉的管理不是上严格，为什么会让两个人相拍，搁拍死人？啊，一个人活活在遐用拍死，你嘛是吼、哦、国家是讲因对象嘛是爱甲咱迄落，啊是讲感觉吼无随时甲咱吼咧拍的时阵吼有失职之无还是啥货咯安尼尔啦。拍人的就是爱即时发着制裁啊。阿文姐交代的。中华感觉表示，五姓甲所姓收容人因为违规被送去违规社房打坐，五姓收容人疑似无听管理员的话，所姓收容人烦恼受牵连出声，两个人因此发生口角。徒手什么工具都没有，因为他本身就在违规房里面的镇静室，那是一个保护房嘛，还有保护装置，那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的哈，因为里面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拿。那我被发觉以后呢，马上制止，而且以最快的速度呢，就马上外送到。拍死人的所在收容人事后感觉非常后悔，检方嘛已经介入调查，要来厘清案情，查清楚感觉是不是有疏忽。多转新闻，中视人李林采访报道。好，说到来哦，这运气嘛收好啊吧。我逐天哦嘛拢会去超商买一个饮料，那这种的好康哦，就无发生伫个我的身躯顶哦。这名民众哦，讲开二十五块到便利超商来买这绿奶茶，结果是来着这统一发票的得奖两百万哦。真侪人知影了后，就专工走来遮买物件，看会当哦，捌食这好运气哦。嘛讲哦，这超商拄好开伫这妈祖庙的边啊，真正是有牌有保庇呢。嘛，好这间超商哦，即马人气是强强滚。降温得主真正是真好运，来到超商买一罐二十五块的饮料。两个月了后，发票是对到两百万，一夜之间是变成百万的好野人。就是有金香团什么的啊，对啊，有学生有金香团的、啊，有学生有金香团，还
还有一些顾客。这间超商就位在鹿港天桥宫庙埕边啊，真正是有牌有保庇，妈祖保显灵，来消费的游客哦，听到这个消息，也希望自己是后一位幸运人。你再来这家店光顾的那个，还算幸运？会啊会啊。怎么说？因为这边比较幸运嘛，比较幸运，你也希望中200万吗？对呀、啊，对呀、啊。想说中了200万，想说来买一张看能不能玩中，也一样中奖。对。店员表示，这间店开幕已经超过10年，头一届开出200万的发票，非常的幸运。到底是倒一位民众得到，嘛拢无印象。只知影每一届进去的时间哦，这庙会活动人潮拢是抢抢滚。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这个四年一度的农渔会选举哦，将在明年举行。国际农会总干事的许平林登记作业，嘛在这16号来截止。说落来哦，就是这区渔会总干事许平林的登记，说落来展开哦。现任的这中华区渔会总干事陈祖赞，为着要来争取续聘哦，27号的早起嘛，在这3位国民党籍的立委陪同之下，气势十足哦，前往这管户农业处来完成登记。在国民党立委陈如芬、林聪敏、王惠美、各县议会议长谢展林等人的陪同下，现任中华区渔会总干事陈祖赞选定临时节日来到管府农业处登记候聘，要来争取继续担任区渔会总干事的职务。为了照顾咱所有渔民的这个福利，哦，我一定会更加拍拼来为咱渔会来争取，啊，为咱的渔民这个福利来顾安尼，多谢。因为中华区渔会连续得到职优单位的肯定，陈祖赞表示，未来确实会使得到理事会支持来连任，会搁较努力，和中华区渔会这块今日招牌发光落去。未来吼啊，责任更加哦，这个重吼、哦，我会好好啊，将中华区会这个传统吼、哦、啊，一向是咱全国的这个模范生，我要将这支招牌擦得更亮哦，所以讲那很荣幸能够接受续聘的话吼。哦对着未来渔会整个业务的这个开发，整个的这个哦成绩哦，啊包括伫咧全国的这个哦整个的这个成绩，一定要争取第一。管区农业处指出，中华区渔会总干事候聘人员登记，对26号受理到30号截止。因为中华干那一个区渔会，地方人士表示，中华区渔会选举相对的单纯，那无意外，应该嘛是由陈祖赞继续担任总干事。多家新闻都是两种话，彩虹报道。讲过了后，要来看到的是这河尾头前社区的这八仁路，因为自来水厂哦，伫咧遮台设这个水管，造成路面是坎坎崎崎，民众出入真危险哦。公所是决定要来重新铺一个点啊架。中华南庙宫天上圣庙十月马，咱的角头祭安了敬活动，咱定咱11月25到12月7日进行咱中部14天13夜这个了敬。了敬范围扩大15个行政区，总共有160个角头庙以分灵庙参加，欢迎神神随驾参香。恭迎圣驾，欢迎大家来参加。凯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
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十月十五。根据这通讯记载，明仔在微蝶正南方，好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另外，还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新闻继续来关心河北各种边啊，在人行道有一排哦，这几啊十年的这树木哦，上错加只剩树头，路边嘛嘛，让树根哦破坏加这钢筋哦，按摩托走走出来真危险哦。民众哦，即马是唔甘这路树红撤掉，工程单位哦又搁无及时完成这人行道的整修工程，好定定哦，伫咧遮出力的这民众甲学生哦，性命是遭受威胁，呼吁这个县政府哦，施工的进度。脚步爱较紧嘞。位于河北各种边仔的道州路人行道，被民众发现过了十年的路树被拔断，唔那人行道的路面出现破损，居民嘛真唔甘路树强拔断，嘛烦恼走出来外口的水泥钢筋会造成出入的危险。就是种的袂大重啊，种啊遮重才甲取起来，啊取起来佫共凊彩用担嘞，讲讲路也无共背后边也无半项，你囡仔咧出去敢袂危险？看伊的这头的是上这头爱担担十年啦，啊，着有时啊来带准看嘛，行路足歹行啦。根据路边工程标识显示，道路是县府代管的路权。那我很纳闷吼，迄树啊几啊十年啊，啊甲错掉，啊咱是咧推行讲吼，在绿美化，啊甲错掉，啊遐我有看到种一丛细丛，啊敢大树换细树。公所了解了，确定路树是县府拨的，要交予公所负责人行道的修护，但是公所并无经费，认为先甲树啊拨掉，破坏路面比原本的搁较危险。这是县政府的这个代用路了哈，啊，地民的反映，县政府即马将这个树啊甲撤掉，啊撤掉了呢，这个头还佫低呢，讲起颠倒也佫较无安全啦。啊，我听县政府讲要这个人行道要叫公所来处理，这讲起你若要处理这个人行道，连迄个树啊头爱乌掉，才有法度通来整理平啦。啊，这个即马公所，你着知影财政非常困难嘛，无钱啦。所以我也是希望讲，这个工期由县政府来指导，由因来做，比较比较适当啦。居民希望人行道的修整会使早日解决，幸福居民甲学生安全的用路环境。多谢新闻，台湾气候比采访报道。和外面当中哦，这个因为自来水公司哦，但是水管了后哦，这个点啊家都是铺甲坎坎曲曲哦，不管是在驾驶或者是行人哦，路过的时阵哦，拢爱特别小心。啊，若无真无拄好，就会摔到这大坑细坑。为着民众的性命安全，河北镇公所嘛已经决定哦，讲要来开100万的经费来重新铺上新的点啊家，确保民众行的安全。河北头前社区内的北联路是居民出入甲联路国道三号的便道，但是自来水公司卖设水管了后，虽然依照规定做好修复，但是路面无平，已经真歹行。镇长了解状况，而且会勘要赶紧处理。出入的人呢非常多，尤其上下班的时间呢，人车都非常多啦，啊不方便，要咱准备要来甲这个路面来甲铺装。铺装了后，来方便咱百姓的这个行的安全。啊，起来的这个经费大约超一百万左右了哈。咱希望讲，这个路面来个做平，和咱乡亲有一个平坦的路来使用安尼。居民表示，北联路出入的人真多，公所尽早处理，对民众帮忙真大。就拜托，拜托丁黄这条个空空，无这咱即马车太多，啊行咧行拢。啊，佫暗早暗啦，早暗的车真侪啦，普通早暗真侪车咧行。店长表示，伊对上基层做起，做好每一项代志是伊的本分，所以大细项的基础建设，伊拢非常重视。是得了解解决问题，是和民众了解公所执行效率上好的做法。多张新闻，台湾青河美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心今日彰化地区，阁来发生什么大细项的代志？来看大彰化报你知。有民众到彰化市二级古迹完成观参拜，发现正门神的画像，正手提着金鞭，倒手却比出重赞的手势，敢若咧骂人。庙方人员表示，这尊门神是玉皇大帝36位护法之首王天君，比重赞是表示法力无边，会使直通天庭的意思。彰化县有600多间的厂商甲技巧依法禁用身心障碍员工，更加有不少厂商超额禁用，使得全县超额人数高达50%以上，得到身心障碍团体肯定。县长邓丕源也特别颁奖表扬68间超额禁用的优良厂商，希望鼓励更多企业家加入爱心的行列。彰化县员林国中的拳击队拍响名气，在今年总统杯表现杰出，也因为当期无正式出外的团体制服，加上冬天已经到，员林中区胡伦社最近也捐赠40件冬季的运动外套和长裤给拳击队的选手，鼓励因，也希望未来会使创造更加好的成绩。在咧新闻当中哦，要来看到的是，这彰化基督教病院是来发表这抽血检查胎儿是毋是有来得到唐氏症的新方法。这个新方法哦，也带来降低这传统检查的风险。马上回来。美丽可以很简单，冻龄从现在开始，全方位成就您的专属美丽。你好，欢迎光临。台中七期团队精心设计，彰化轻豪宅新标杆，高级景观禅风别墅。大面宽，双车位，双层主卧，阳山丰富，让您轻松拥有。彰化市彰鹿路763-7588。大中华新闻的现场，说下来哦，来看甲健康有关系消息。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哦，每700名的胎儿当中，就会有一名哦是来得到唐氏症。中华基督教病院哦，就来发表更加安全的这检验方法哦。这个大巴肚的妇人哦，只要抽血就会当验出胎儿是毋是有来得到唐氏症。抽母血经过定序仪分析体检胎儿唐氏症，去年开始，欧美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运用伫临床。目前台湾阁需要将检体送往国外，但是彰化基督教病院已经做出第一批100多例的测试，而且公布将检体送往国外检验，得到100%符合的结果。羊膜穿刺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个大概1/1000的流产率。那虽然是我们专门在做的医师，我想也很难避免。那对有些妈妈非常担心这个流产率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只牵涉到抽血，它完全没有任何额外的风险。那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外送国外，哦，但是我们认为彰基必须本土开发这样的检测，在台湾这样子。因为妇产科医师都会建议高龄产妇爱做羊膜穿刺来体检胎儿是不是有唐氏症，但是传统的检验方式有危险性。好佳哉，即马只要抽血就会使检验。会啊，会担心的，尤其现在高龄啊，蛮普遍的。然后，所以如果能够用抽血的方式来当做一个可以确认排除唐氏症，对我们来讲会很担心。所以很怕做羊膜穿刺吗？会啊，因为它还是有危险的几率。嗯，对。
医师强调，这项新的检验技术在国外已经运用在临床顶头，国内目前才开始在推广。虽然健保无负担，不过比起传统检测的风险，或者是送去国外的时间加费用，对高龄产妇来讲嘛是真大福音。多谢新闻中视梁中华采访报道。好，继续来关心，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加冷气团的影响，这天气是变加湿湿冷冷哦。但是哦，咱这中华家护中心则是真温暖哦，因为因哦是真幸运，受到台中市自强西子会赠送的50领这棉罩被，和这家护中心的小朋友是真欢喜，有这真温暖的棉罩被通盖，度过这个真寒冷的冬天。岁末寒冬，受到经济无景气的影响，企业捐赠和社会福利团体物资嘛得咧减少。台中市自强西雅会看到中华家护中心小朋友的欠缺，今日特别送来50领棉被，非常有爱心。物资的部分，我们是在埔里啊那一个工厂，这是台湾制作的，选择用这个棉被来满足寒冬送暖。我们这一次会找彰化家福跟南投家福，还有台中市各有一些单位，那把这些棉被呢送到比较需要人身上去。小朋友看到棉被拢真欢喜，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深刻体会到社会温暖。捐助家福50床的棉被啊，今天正好寒流来，那我们家福的这些清寒的家庭，确实是也需要一个暖被，让他们过冬。中华家护中心表示，家护今年圣诞节的心愿卡利用的数量搁欠300份，非常需要企业赞助完成小朋友的心愿。长达11年、12年，我们都有这一份礼物啊，今年都没有了。所以说，圣诞节快到了，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这些小孩子填写他们的心愿卡，哦，这些小小的礼物也让他们能够在圣诞节前完成他们的心愿，来孝顺他们的长辈。西雅会选择捐赠棉被和中华家护中心，希望发挥物资上大的功用，和小朋友机会教育，来接受社会帮忙。未来有能力嘛，爱回馈社会，和爱心永远传承落去。多谢新闻台文青何美采访报道。另外，为了对抗这个无景气哦，不少人是愿意牺牲假期出来这公共的空间做这街头艺人，加减赚一寡这家用哦。彰化县街头艺人的认证是正式来登场哦，就算是这录取率哦只有30%左右哦，也是吸引这230多名这队伍来报名考试。关已经连续4年举办街头艺人的认证活动，大家用尽心思将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就是希望通过认证，一个街头一展长才。台语文林多多鼓励，假使道具表演进前，全部拢爱卡好位，靠着专业级的演出，赢着真侪波啊声，想要吸引民众的注意，除了爱有2-3波啊仔在家哦，搁爱有家己的特色。闹得滚滚的场面，就敢那一场嘉年华会。其实咯，这就是今年一度的街头艺人认证考试又过来了。我们今年彰化街头艺人认证审查活动是举办第4届，那今年总共有236个团体跟个人来参加。那我们这次的评审标准呢，是分为技巧跟台风占了45%，那与民众的互动性是占了30%。还有就是他关于他的表演内容的适当性是占25%。刚才是一天下来哦，有236组的人报考，拢是因为看到街头艺人一天就3000块到6000块的收入，以及会当伫咧这彰化县六十个公共空间演出，因此为着要得到合格认证，每一个人会使讲是用尽心思展现上佳好的一面。大彰化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今日11月27号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这个总交易量是149公吨，总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18.5元。再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
上价29.5元，中价24.5元，下价20元。各类菜上价5元，中价4.5元，下价3.4元。包心白啊，上价10元，中价8.5元，下价7元。菜头上价8.5元，中价6.3元，下价3.4元。鱼仔上价50，中价25，下价15元。菜粿上价23，中价20，下价15元。刺粿上价18，中价14，下价8元。葱仔上价43，中价32，下价24元。上价50，中价33，下价18。我上价10元，中价8.5元，下价6元。葱头上价20，中价18，下价15元。面头上价50，中价42，下价30元。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从昨暗暗时哦，到今日透早，这天气哦上介冷哦，淡水嘛来出现这12.5度哦，今年温度上介低纪录。今日各地哦水气也是偏低哦，包括这中部以北个甲东北部地区拢会来落雨。气温方面哦，中部以北哦会来出现13度到16度的低温哦，提醒乡亲爱注意保暖哦。所以来提供大家明仔各地详细气温。就是今日11月27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借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